在这个大陆演员孙俪主演的宫廷剧创下高收视率之后呢，现在她明初戏剧的这部作品也话题十足，也立刻成为模仿节目的最爱。班龙楼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供水啊供水。黑色西装，明初装扮很有心，九孔模仿戏剧男主角许文强，要和丁力尬个一。这个正常多了。泪泛不胜寒笑，不要欢笑。深情高歌戏剧主题曲，但是搞笑成分居多，要掌握模仿精髓，剧情故事一定要倒背如流。我要跟大家先剧情稍微分析一下，我们两个热恋，但是我们没有结果。他就嫁给了他，然后他们又离婚了。那离婚之后呢，我们两个是兄弟，而后来又反目成仇。三个人的爱恨纠葛几句话就搞定，只是现实中演员孙俪在两出最夯的剧都有演，要挺谁的台，模仿演员差点站错边。我要问大家，在台湾最受欢迎的剧是哪一个？后宫甄嬛传。嗯，哎，但是比后宫甄嬛传还要夯的就是我们新上海滩。新上海滩之所以这么好看，全都是因为我丁力，脸是脸，腰是腰，屁股是屁股。众爱看也成为模仿节目的最新话题。中央新闻科室长黄轩台湾报道。